这放的什么面粉？哦，面粉哦。够熟练了啊！够熟练了，干了三十年了。哦，干三十年了，还能不熟练吗？一下三根啊！好吃。嗯、这是不是就咱天津说的那个棒水果子啊？对，哦，嗯、哎呦，干了三十年，干三十年，要这种坚持也是不容易哈。你几点起床了？四点来钟就起床。要坚持三十年也是一种毅力哈。做果子讲究盐碱繁是吧？现在不能搁饭了。不能搁饭了。现在用什么代替呢？安琪出的那个蓬松剂。哦，蓬松剂。哦，您这都用蓬松剂啊。嗯。现在不能用饭了。不能用饭，对。前天虹桥花园还判了哦，判一个用矾超标十倍的哦，那是他对含铝哈，含铝啊，对人体有害啊，现在不让用了，不让用了，对对对，都不用矾了，嗯，对对对对，其实用蓬松剂也挺好的啊，俺新新出来，像我新说他新研制的，对对对对，嗯。对，对人身体好啊，没有铝啊，对，是，这面够软的哈。软硬正好，软硬正好，对对对，这就叫软硬正好的面。嗯、一般一斤面放多少水啊？像学废了吗？啊，也没准儿啊，他这个面没准儿，你今儿咱们去放五斤，明天就得改三四斤了。哦，他没准儿，你这为嘛呢？啊，面跟面都不一样。哦。一般都是一斤面是七两水哈。啊，七两。对，也有六两，也有五两的。哦。新面就得五两多水。哦。啊，这就得跟自己玩，都是跟自己。都经验啊。其实还是在手艺，不是在这种配方，那所谓的秘方是吧？对。还是你干的时间长了，经验多了，你什么时候发好了也都能看得出来。对。你就配方弄好了。给你了，你也做不出来，是吧？对。哎，这锅子真好。这饺子，两锅饼，五块，对，好。每天都是这样排队吗？啊，几乎差不多。嗯。多爱人。哎。哦。这大姐一般炸多长时间？这个。啊。就看色儿。哦。看油温。哦，看油温，对对对。这没点儿。啊，没点儿，对好。那个锅边够吗？哦，油温度高了就得往里加点凉油。嗯、你这是古铜色的啊？啊，羊肉。对，哎，有的它炸的特别嫩，我看着太黄了吧？嫩是不脆。不脆啊，正脆啊。哎，看着。一根锅子一。大哥，这做的什么？果片儿。果片哈。啊。哦。哦，还冒点眼儿哈、啊！不眼儿，它到锅里不叫油给提呢，它不好翻，不好那嘛嘛。哦，不好翻翻、嗯。够薄的哈、啊。啊，它果皮就吃这个脆。哦，脆啊、嗯。等不了啊。果皮儿，下下锅。哎，好嘞，知道吗？这真是个技术啊、哦！那么薄，炸出来。薄啊，脆啊，嗯，油量就得多炸会儿，油哦，油量多炸会儿啊，哦，那
九点多了，你看还人还弄多呢。哎，对对，您先夹了一口。大姐，你常在吃吗？常在这吃，嗯，对。你感觉它是怎么样？好极了，我们有事买果子还捎回家了。哦，我们在飞机场那头住了。哦，那么老远。在动力区。嚯、哦，跑那么远来吃？哎、对对对。哎呦，他就想吃呗。好的地方就想吃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你说这，我们倒两辆车。哦，倒两辆车，我跑这吃个果子。